喺香港城市大學市場營銷系畢業，職業係一位模特兒。Thank you。最重要就係宣傳你嘅。中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理學系畢業，而家嘅職業係一位老師，都係一位攝影師。多謝。各位評判、各位嘉賓，大家好，我係三號陳勝宇 Yvette， 我今年26歲，職業係一位零售統籌。Thank you。大家好，我是四号关风轻 Fabian， 今年26岁，职业是一位英文老师。Thank you。24岁，在英国 Manchester 大学进修心理学，依家本科毕业，在一间证券公司做 Assistant Relationship Manager。多谢。好啦，恭喜你。小
初 Christy， 今年27岁，喺 Durham University 毕业之后从事 Business Management 相关工作。Thank you。好，有请陈姐。各位评判嘉宾，大家好，我是15号梁海晴 Karina， 今年26岁，硕士毕业，从事市场策划工作。Thank you。好，有请。好啦，十九号嘉宾，我嘅。